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道場式だったパラ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パラ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姐姐成为火锅将军啊！吃点心前还要写作业，妈妈真是过分啊！真好吃啊！好狡猾，你在偷吃什么？没偷吃什么。可你刚才说真好吃，是这个看起来啦。哦，是火锅呀！前段时间在方子家里。哎，调味汁呢？第一步要先烤肉。和葱一起烤的话会很香哦。砂糖放这么多就够了。和我们家的做法不一样呢。来吧，可以吃了，趁热蘸着鸡蛋吃吧。我开始吃啦。哦，好好吃啊！啊，我也好想尝尝看。魔芋丝不要和肉缠在一起，魔芋丝里面的钙会让肉变硬的，中间要放别的材料隔开。好细致啊！我们家的火锅太随便了。要吃好吃的火锅，就要记住诀窍哦。诀窍，肉煮太久的话，美味也会跑掉的。蔬菜不要一次放太多，每次要放吃的量就好了，诸如此类的。但是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家的火锅可是牛肉和猪肉混在一起煮的呀。对，对哦，要好吃还是要用牛肉啊。啊，花伦同学家要是开一场火锅派对就好了。你呀，老想着去同学家吃饭。真是丢不丢人啊。姐姐，你不也是在方子家吃的火锅吗？我才不是冲着火锅去的，哪像你呀、啊、你们两个不要吵架了，快去写作业。啊，妈妈啊，我有话要跟你说。对，有话跟你说。什么嘛，这么一本正经。偶尔大家一起吃顿好的，这个很重要对吧？哎，这话是没错。姐姐，快点说，快点说！在这个季节，大家围着好吃的火锅，一家和乐，怎么样？火锅？嗯，那就等肉特价的时候来做做看吧。我想要全牛肉的。我是想答应你，但也得放点猪肉，价廉物美才行。啊、那样不行了，料理书上从来没写过牛肉和猪肉放在一起啊。吃完了牛肉火锅，第二天吃白饭配梅干，这样可以吗？我才不要这样，我那样也可以啦。只要能够吃到很好吃的东西，那样就是珍贵的回忆呀、啊。看来方子家的火锅真的很好吃啊。第二天，哎，昨天晚上小玉家吃的是清炖鸡呀、啊。什么？你们在说什么？我说小山，你应该吃过很多次火锅了吧？那么在把火锅煮得好吃这方面，你家有没有什么诀窍啊？我们家的诀窍就是不管什么都好，把东西一下子放进去。好多东西一下子。肉和鱼，炸豆腐团，年糕和乌冬面，还有火腿鸡蛋和鱼干，不够再放通心粉。我知道了。因为放了好多东西，所以火锅很好吃啊。嗯，小丸子家的火锅呢？我家的是混合火锅。混合火锅就是在火锅里放牛肉和猪肉。火锅专用的牛里脊肉现在正在限时特卖哦。只要能够吃到很好吃的东西，那样就是珍贵的回忆啊。快来，所剩不多了。哇，妈妈好厉害，刚好遇到大特价。哇，今天晚上吃火锅真是太好了。姐姐来了。哎，终于来了。姐姐。
我一定要让大家都尝尝火锅真正的美味。这么贵的牛肉失败了，不是很浪费吗？以前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吗？牛肉在吃之前要先冷藏起来。火锅要是做得太随便，就体会不到真正的美味了。妈妈，今天的火锅就按我说的做吧。什么嘛，姐姐是火锅将军吗？火锅将军就是掌管火锅的人，包括放材料的顺序，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吃。哦，火锅就交给本帅，那么就这么说定了。来吧，从今天起，我们家的火锅将焕然一新。放半杯酱油，三大勺料酒，一点点酒，砂糖两大勺，先煮一会儿。我说再放一点吧，不然调味汁就不够了。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嘛，你看。这是四人份的材料吧？真是的。奇怪，不是应该姐姐来做的吗？那是因为妈妈用菜刀比较熟练嘛。哦，大葱要斜着切成5厘米长。几厘米都是一样的啦。等一下，要八等份哦。我们家六个人，六等份就可以了。八等份吃起来比较容易嘛。啊，肩膀好酸。小丸子，你也快来帮忙，把那些茼蒿洗了。茼蒿啊，香味好浓啊。茼蒿要把根部那些硬的部分切掉，只摘取叶子上面柔软的部分。终于好了。不要瞎高兴啦，好好把鸡蛋打匀吧。好好，我知道。我们家的全新火锅即将登场啦。啊，好香啊，快点放些菜和豆腐进去。先放肉，要用心品尝哦。哇，真的是太好吃了。你很好吃啊。不要吹凉了，趁热蘸上鸡蛋一口吃掉，你那样试试看。好好吃，可是好烫。再放一片牛肉进去吧。小丸子，我不是说了不要放魔芋荞麦面吗？肉会硬掉的。火锅将军，你好严格呀。是谁把这茼蒿放进去的？是我。快点吃掉啊，放太久了会煮烂的。知道了知道了。汤快煮干了，再添点水吧。放蔬菜进去就会有水出来，这么多就够了。啊，有点浓啊，还是加点水好了。哇，加水了。一点点的放哦，一下子放太多的话，火锅温度会下降的，倒慢点哦。哎呀，好像缺了点什么。哎，是什么？饭煮了没有？是啊，爷爷，光煮火锅都忘记煮饭了。哎呀，我没煮饭。哎，姐姐一直说葱要切几厘米什么的，我就给忘了。别把过错推给我。我记得好像是姐姐说晚饭就交给你的吧。火锅和米饭不是一回事，现在开始煮的话还要等挺久呢。讨厌了，光吃火锅根本吃不饱，我要吃饭。啊，对了，大家来端好碗。吃一口火锅后像这样。是假装吃饭吗？我想要你们好好品尝嘛。这种蠢事我才不干呢。对了，还有剩下的东西呢。把那些东西也放进火锅里去吧。小山也说过，正是因为放进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火锅才好吃。猪肉也要放。没有猪肉啊。要煮萝卜、牛蒡和炸豆腐啊。小丸子，你这样乱放，我可饶不了你。可是姐姐，不管火锅再怎么好吃，填不饱肚子也是不行的呀。是啊，把吃剩下的鱿鱼干也放进去吧，海味也不错。等一下，不要放鱿鱼干，味道会变的。开玩笑的了。没想到姐姐这么较真儿。我也是为了煮出好吃的火锅嘛。要是小孩子对味道挑挑拣拣的话，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什么嘛，爸爸明明是喝醉了，吃不出味道了吧。你说什么？这个煮萝卜是酱油味的，很配火锅。小丸子，绝对不行啊。这不就变成大杂烩了吗？大杂烩有什么不好啊？好不容易叫出来的味道就浪费了，那还不都是姐姐的错。你们俩都闭嘴。火锅
之夜本来应该很开心。哎呀！啊！既然姐姐这么讲究，那火锅姐姐一个人吃好了。我讨厌你们！哼！姐姐没事吧？只是尝了一下味道而已，其实没怎么吃东西呢。好像是啊。那么干劲满满，为我们做火锅将军。我去看看他。好冷啊，姐姐，我们回被炉里去吧。在方子家吃到的美味，我也想让大家尝尝的，想让大家……好吃啊，比酒还好呢。今后火锅就交给姐姐了。你也把诀窍交给小丸子吧。很好吃啊，姐姐。真的。姐姐，她不是对味道挑三拣四，而是想让大家吃到好吃的东西，所以才做了火锅将军。肚子好饿呀。我也是，果然还是米饭最重要。煮好了。难得才能吃到的豪华的牛肉火锅，然而那天填饱小丸子全家肚子的却是方便面。想成为班级红人。关口，你怎么了？怎么阴沉着脸啊？哼，反正我本来就长着一张阴沉的脸，是个阴沉的人。哎呀，哪有这样说自己的嘛？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啊？如果有的话，可以找我们商量哦。对吧，小鱼？是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觉得，大家都好好啊。比如花轮同学。你这是在羡慕花轮同学吗？其实我也很羡慕他呀，因为他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吗？不只是少爷，总觉得他闪闪发亮，很有气场的感觉。确实，只要有他在，就突然啪的明亮起来。还有冰冰会跳魔衣舞。你说冰冰，你还羡慕冰冰啊？我当然羡慕他了，他那么有才华，很厉害呀，而且他长得也很有趣呀。其他人也是，小山食量大，山根肠胃不好，山田无忧无虑的，藤木胆子小。他真的是在羡慕那些人吗？可是他刚才说的是羡慕呀。话说起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可是我，看看我自己，什么特点都没有。关口，你与其在这里羡慕别人，还不如从今天开始努力找到自己的特点，不就好了吗？是啊，现在开始吧，关口。比如说，要怎么努力呢？你告诉我呀。怎么努力？哦，对了。你好好开发自己的冷笑话，让它流行起来，怎么样？哎，冷笑话。那样的话，你肯定能够成为班级里的大红人的。这个办法不错，刚好快到表演会了，到时候你就上台表演这个，让它流行起来吧。可是我对自己的笑话没信心啊。那你就回去多准备一些嘛。可是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啊。这是急死我了。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软弱呢？我告诉你哦，这一次可是你摆脱在班级里可有可无地位的绝好机会哟。真是口无遮拦呀。怎么样，关口，你到底干不干啊？我知道了。娘，我也是男人，我要在表演会上登场，让我的笑话红起来。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是要有这种气势。关口，既然你也有心的话，我会全面协助你开发冷笑话的。真的吗，小英？你就放100个心吧，交给我。不错，很好笑。莫非我是天才？你从刚才开始一直在写什么？喂，这可是机密，不要偷看了，姐姐。你在说什么机密啊？我知道你很想看，可是这是一级机密，不能给你看。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算了。等一下。这是第一次写冷笑话，不如先拿姐姐来试试看吧。姐姐，
你快问我现在几点了。干嘛突然这样？你问嘛，我自己看时钟就好了。啊，真是的，不要这样了，姐姐。这拿你没办法，奇怪的孩子。快点问我。知道了，知道了，现在几点啦？关口呀，滴答滴答滴答，当当，三点了。嗯，怎么样？好不好笑啊？这是什么？真是的，姐姐真是没有幽默感。红豆包蒸好了，快来吃。好机会。关口呀。干嘛？居然问我在干嘛？你们应该大笑才对啊！啊！关口浪漫关，不吃红豆包的话就直说。啊！为什么不觉得好笑吗？你再这样胡说，我要生气了。哇！是红豆包吗？我开始吃了。当当，关口呀，关口呀。爷爷快喝茶。小丸子，刚才爷爷有多危险你知道吗？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引他笑。小丸子，你还在做那些无聊的事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口啦。给我适可而止。我们家的人真是连一点幽默感都没有，真是太让人受不了了。你真的想的好多呀。哦，关口。啊，走。拿着这个给你。哇，小英，你想了这么多呀。这些名笑话全都给你了，虽然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出来的，但是不用客气，拿去用吧。不用太感谢我喽，我只是想要看着你一步一步走红，成为班级里的红人，这样就足够了。顺便说一下，我最推荐的是关口呀，滴答滴答滴答当当，这个哟。这个真的有趣吗？真的很好笑吗？哎，喂，这些都是小丸子特意想了给你的。那穗波，你听了这个会笑吗？啊？啊，这么说起来，小玉你笑了吗？好像没有笑啊。笑了，笑了，一点，他也算笑啊。我喜欢那句，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口。野口同学，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口。你看，连专门搞笑的野口同学都认可了，反正最差也就是你现在这样了，试试看吧。这个鼓励似乎很过分。还是说你想要维持原状？我错。就这样，为了演唱会。不对不对，身体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关口呀，滴答滴答，当当当。不行不行，还得忘我一点。不能再忘我了，你放过我吧。你在说什么呢？你是要摘取红人之心的，不是吗？啊。小丸子和关口的特训虽然很傻，但却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小丸子，关口同学，终于到了表演会那天。这个竖条纹的手帕，真是不可思议啊！就变成了横条纹。鼓掌。小丸子，接下来终于要轮到关口了。谢谢了，接下来是关口同学的单口相声表演。关口，开场是关键，一定要抓住开场的时刻。感谢一直以来的关口哦。很好。请问现在几点呢？关口，滴答滴答，当当，现在时限何在？2点钟。关口那家伙是不是吃坏东西了？不知道。关口关，浪漫关。关口。大家都不笑呢，这份安静好可怕呀！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口啦。野口，有什么好笑吗？一个人一直在笑吧，太棒了。不，接下来是小山同学和渡边同学以及长田同学带来的猜谜。
光头，小英，我演的怎么样？很好啊，你已经很努力了，野口同学笑得可开心了。接下来是抢答时间，渡边抢答。是渡边的渡边抢答。有那么好笑吗？为什么渡边的渡边抢答就好笑，我的笑话就不行啊？关口，像我这样故意逗大家笑的，大家不笑，渡边反而那样无意的，大家都笑了。这个吗？我不可能成为红人的。关口。那么这次活动的最后，请大家一起来拍照留念吧。要拍照了，快走。同学们来拍照吧，大家一起说点什么吧。是啊，说什么呢？不，关口茄子。哦，不错嘛，关口茄子。关口茄子不，关口茄子，关口茄子，关口茄子和渡边橘子。你在说什么呢？太长了不。关口茄子，关口茄子，关口茄子。好，那么大家一起来拍吧。关口茄子。关口干得太好了，关口茄子真不错啊。你也逐渐掌握了搞笑的诀窍嘛。是吗？难道接下来关口茄子会红起来，我要成为红人了？来，再来拍一张吧。关口茄子。然而在那之后，无论是关口茄子还是渡边抢答都没有红起来。据说有个练习方法是在脑海里想象跑得更快了，跳得更高了，这可方便。爷爷约我出去赏梅，可是天气太冷了，还是在脑海里赏一下吧。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进行想象训练和赏梅花，敬请期待哟。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哎呀呀，开大不了丘陵坡，找一道